非常小心。哎呦，我是终于憋得慌，我是终于搞明白了。这水有点像，我靠，这个水大了。自治州轮台县天山山脉迪纳尔山段普降暴雨，加之夏季天山融化的雪水叠加，形成了季节性洪水。洪水袭击了中国石化西北油田玉旗片区，300多平方公里沙漠变成汪洋。洪水造成油区道路多处冲堤溃坝，电线杆倾斜，给油区生产和勘探工作带来巨大影响。中石化近50辆勘探车辆、30000套设备被淹。据了解，中国石化西北油田玉旗片区已积极开展抗洪保生产自救行动，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恢复之中。